幽冥炼狱，据说这个鬼屋很恐怖啊，我现在准备进去看一看。我提前准备了一个这个强光手电，现在我们进去吧。里面果然很黑呀、啊！我去，这个身影，现在进来了。这里面这个音效特别的吓人。这是啥？利刃炼狱。这里面不知道有没有 NPC 啊，我之前看到很多鬼屋里面都有 NPC。 这属于中西结合了，这是骷髅头上面贴了一张符。这是一个大锅嘛，放在里面炒嘛。这是什么鬼？真龙炼狱。寻常人在此受真主之苦，极恶之人会被吃进肚子里。好吧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碰到一个 NPC， 可能这里面应该是没有 NPC 的。这里面是干啥的？里面放了很多酒罐，这以前是酿酒的地方吗？这里面也有很多酒，放了很多酒坛子。藏尸房，极恶之人的头颅会放到此处。我去，这是什么阴阶？藏尸房，这能出去吗？我走到这边来了。这是干啥的？这是泡酒呢。这里面全是酒。这就出来了。好吧，觉得这个鬼屋它的惊悚程度不是很高，可以带小朋友放心的过来玩。这边就没啥了，从这边就出去了。